偏向突破进来，第一手的挑篮，两分打成。朱云豪变向突破进来，再给到侧翼，一个拉杆的上篮，两分打成。五号是布伦巴图，连续的 crossover 动作直接到内线，侧翼的三分。又是底角的三分没有成功，抢到前场篮板之后，三号古毛维加，古毛维加带球推进，队友上来挡拆，一个折叠的上篮，两分成功打成，一个变相直接到内线，再妙传到车翼空位的三分，一个长两分没有投进，控制到篮板球，前场底线的三分又是再次的命中。阿轩连续的转移，底角是谢阿轩的一个空位三分。陈俊吉，我刚说了，跟这个场上现在来一个双控啊，这边是漂亮，最后还是这边抢到三分没有命中，但是这边前场板给到外线，漂亮，古毛维加。漂亮，连续的转移球，这一次古毛维加的一个干拔三分，传背身的动作，再给到弧顶，转移球又是被抢断，古毛维加。一条的快攻两分打成，同时还是出现了一次的违体犯规，违体犯规，所以还是践行科大这边的球权。侧翼的一个三分球，弧顶是高承恩三分弹框偏出，再有前上篮板球，古毛维加的三分跳投弹框偏出，60块，长传到前场，车翼的空位三分机会，是弹框偏出，古毛维加，再给到底角的高承恩，边线发球出来是找到古毛维，边向的动作直接到内线，底手的一个挑篮。内线对抗的上篮被干扰，建科技大学三打一的防守反击没有成功，保下防守篮板又是一个快攻的机会，这一期也是采取了全场的紧逼，突破进来欧洲部的上篮，二号高承恩突破的分球，侧翼的三分机会，再给到古毛维加，大范围的转移，底角的一记三分，古毛维加左路突破的分球，又是给到底角的三分空位，反过来又是一记成功的抢断。朱云豪追身的三分，右捡右折又空位了，再有是在串联的话，很有大将之风。左分给到底角这边，朱云豪的三分准备了很久啊，木子啊不要脸了，故意的，这直播间肯定有体能的下降，刘恒毅这一波进攻应该是对他来说应该是挺轻松的。好球，这边抛投命中。哎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再一次给陈峰加加油好不好？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，好球。这边还是简佑泽，
直接甩到前场。